这是我在香港买的一个哆啦 A 梦的浴巾，我还不知道怎么用。它打开以后是这样子，是这样子。然后这里好像有一个，是头放进去吗？还是怎样？我等一下去洗澡，洗完澡就穿给大家看。今天早上开始说我们这里高风险区，将我们小区除了下面这里有一把锁，还做了两块这种铝合板把它隔住，就剩下一个小门，彻底的封了小区。说我们小区有一个确诊的，这边尽头也封住了，现在就只能看猫，看天，看雨了。其实理论上我也可以逃跑的，你看我从这个地方搭一把梯子过去，我就可以从这边出去了，理论上是可以出去。但现在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我出去以后去哪里都会有这些监控还有警察，也就是说我从这里逃出去以后，如果没有人收留我，我拿不到食物，我出去也是没用的。
猫猫好像睡醒了，我叫它一下，好像睡醒了。喵喵，喵喵，它好像看过来。喵喵，喵喵，那只白猫睡醒了，可是小黑咪还在睡。哇，不知道谁喂它们，一群猫在这里吃猫粮，可能是楼上扔下来的。你看这里有多少只，一只两只三四五六六只猫猫，我的天哪。不知道谁喂了它们，你看这六只猫都在这里吃饭，可能是楼上扔下来的，否则没办法解释为什么它们都在屋顶那里吃饭。我也想喂，我只有一点点猫粮了，可能不是很够。这只是不是吃饱了呀？躲在一边。我看到他们第一时间拿手机来拍，可能都吃饱了。这只白的吃饱了，往那边走。今天下雨，感觉还是有点冷，我站在阳台都感觉有点冷，非常潮湿。现在是3月25号，17:21。
一定是楼上扔下来的。他们吃完饭应该去躲雨，现在还在下雨。有一只在喝水。今天下完雨，这个空气好清新啊。这个时候其实应该出去踏青，然后看一下春天来了，可是被封在这里。你看下面的水多脏，还对这个垃圾桶。可是空气真的好好哎。给大家看一下我洗完澡穿的这个哆啦 A 梦的这个我不知道应该叫什么，这是在香港地摊那个打击杂志买的，但是我感觉这个应该是在沙滩穿的，就是在沙滩一上岸就可以把这个湿头发盖住，然后呢两边就可以有毛巾披在身上就不会着凉，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的，对吗？我现在拍不到后面，再看一下这边。应该不是洗完澡穿的，我就穿一下给大家看，就是这样。希望大家喜欢，我也很喜欢。